废纸经过专车回收之后咧，就会嚟咗呢度处理噶啦。废纸还原除咗可以减少砍伐树木，保护天然资源之外，仲有一个好处就系喺再造嘅过程之中，对空气同埋水质嘅污染，比起用天然纤维造纸嘅时候，分别少七成同埋三成噶。 废纸经过处理之后咧，就会运去本港或者大陆嘅再造纸厂，循环再造。